他轰炸我们南东，打到压到江边啊！六个三八线我们不能置之不理。西北作战，我们是忍无可忍，被迫参加这个战争。这个必须得要干回去。毛主席在10月8号发布了抗美援朝的命令。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，一直打到完全胜利。光荣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全国各地人民踊跃报名，要求参加志愿军，到朝鲜去消灭美国侵略者。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离开了家园，离开了课堂，离开了工厂车间，接受了祖国的嘱咐和期望，背上了轻便的行装，在车站上向亲友告别。去吧，勇敢的去吧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。再见吧，亲爱的同志们。队伍出发了，成千成万优秀的中华儿女迈着有力的步伐，唱着雄壮的战歌，离开了祖国，向着鸭绿江对岸前进。Chinese had jumped in. Chinese were better trained or smarter in their tactics. 美国人也没碰到过像我们这样的顽强的人，打死也上，他是这么精神。有的战士大腿打断了，坚决不想回去；有的肚子中了枪了以后，就拿刀崩炸弹打死，坚持战斗。所以中国军那种打仗，这个志气那是最主要的。那拼了老命，人家是有坦克、汽车、大炮、飞机，都得拼的，顽跑齐发，打的有点正统了。我看山里打太惨了，一滴血都没有剩下，打不给你。当时给人的飞机太疯狂了，别说看到人了，看到个牛他就打。打起仗来，天呀，真是上天！打完了仗，连分开敌人的，掩埋自己的同志，你不能和敌人一块儿埋到一块儿，抠都抠不开，抱歉。那个场面真是悲壮，那是永生难忘。世界上没有功不可的方向，我们上甘岭它就功不可。漫山遍野自然之中出来欢呼，胜利了，停战了，都停止了。
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，我部歼十一飞机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。老战友，看，这是你们的家。现在咱们的国家强大了，生活越来越好。可是越好的生活，我越想你们呢。每次修复这些历史影像都能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，山河无恙，军魂不朽，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吧。